石头剪刀布，我赢了，我选五号，哈哈，是臭臭的榴莲。哼，小雪，别忘了，赢的人可以选择把东西放在谁的披萨上，我要把臭臭榴莲放在你的披萨上。哈，可恶，我们再来，石头剪刀布，不好意思啊，小雪，我又赢了，这次我选三号。哇塞，是火鸡面，辣乎乎的火鸡面，我也好喜欢。我把火鸡面放在我的披萨上，下一局我一定要赢。石头剪刀布，耶，我终于赢了一次。大家想让我选几号呢？小雪，你快点吧。那我选六号。哇塞，是巧克力糖果，我想要，我想要。小雪，你可以把巧克力糖果给我吗？大家说，我要把巧克力糖果放在大宝的披萨上吗？要的话就发送一一，不要的话就发送22。哈哈，大宝，大家都不让我给你巧克力糖果，我放。可恶，小雪，你给我等着。石头剪刀布，啊，又我赢了。是辣条，刚好我的火鸡面也是辣的。辣条我要放自己的披萨上。小雪，我们继续啊。石头剪刀布，又是我赢了。我今天的运气真是太好了。大宝，别得意，还没到最后呢。二号和四号，你要选哪个？我选二号。哇，是小朋友们都喜欢的薯条，这个我肯定要放在我自己的披萨上。薯条，我放。啊，大宝的披萨看起来好好吃啊，我得加油了。石头剪刀布，我终于赢了。切，反正就剩一个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能选到什么好东西。四号，我发。哇，居然是雪糕，我把雪糕放在我自己的披萨上，这样我的披萨吃起来冰冰凉凉的，小朋友们一定都会喜欢。呵，谁说的？我的才是最后小朋友们喜欢的披萨。我不信，伙伴们，你们更喜欢我们谁的披萨呢？快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上发送我们的名字吧。